敬的诸位法师慈悲，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慈悲，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很难得有这样殊胜的因缘啊，能够承蒙我们台北地藏净宗学会以及孝莲讲堂啊黄柏林居士诚挚的邀请啊，能够在啊我们戏子啊这个金龙国小来举办啊我们啊庆祝弥陀圣诞以及啊护国惜灾三十系念的法会。那么这个法会的因缘啊很难得啊，那么正好啊遇到我们啊在冬至啊也是弥陀圣诞的啊这个日子啊，所以借着这个机会啊我们大家啊一起来为帮助啊我们台湾啊能够护国惜灾啊，希望能够啊帮助台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也能够来化解啊世界啊日渐频繁的这些灾难啊种种的天灾人祸啊，希望能够促进世界的安定和平啊，所以我们大家啊四众弟子共同发心啊来起见这一场三十系念的法会。那么昨天呢我刚从啊澳洲赶回来啊，因为我们啊前几天呢、啊、在澳洲啊正在举办啊庆祝澳洲净宗学院啊在图文巴啊成立了十周年的啊这个纪念大会啊，那么有来自啊全世界啊1300多位的同修大德啊啊莅临参加啊，所以这个法会啊啊非常的殊胜啊，也非常的圆满啊，那么光是我们台湾的同修就有200多位啊来参加这个盛会啊，所以啊可以说呢在我们澳洲啊第一次啊举办了这么大型的活动啊，那么也承蒙啊海内外各地啊那么大家同修的啊支援啊来护持啊，所以啊这个法会啊能够啊非常的啊来举办的很顺利啊，那么包括呢啊3天的啊传统文化的讲座啊1天的30系念啊以及2天的多元宗教的论坛啊，所以节目啊非常的丰富啊，那么我们师父啊净空老和尚啊那么也非常的欢喜啊，甚至还说呢啊以后啊啊一年啊啊要办好几次啊啊这个4个月要办一次啊，所以啊这个啊可以说呢啊大家啊都觉得啊非常的圆满啊啊，那么如果能够常常举办啊啊我相信啊这个啊我们传统的文化啊以及啊多元宗教的融合啊啊会啊做得越来啊越圆满啊，那么影响力越来啊越大啊，所以从图文巴啊开始来推动啊宗教的和谐啊，那么社会的啊这个融合啊，然后啊宗教之间的交流
啊，慢慢呢来影响到啊澳洲啊，影响到全世界啊，希望能够真正啊落实了我们师父的理想啊，达到了啊世界的和平啊，社会的安定和谐啊，灾难的化解消除啊，这的确是一个啊非常啊殊胜的啊圆满的功德利益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现前啊全世界啊可以说呢啊这个灾难啊是非常频繁的啊。那么尤其我们看到啊这个明年啊就是2012年啊，啊这个很多的预言家啊科学家啊都提出来啊，说这个明年2012年啊啊可能会有大的灾难啊。那么是不是啊世界啊会有末日呢啊？那这个佛经上是没有这么说了啊，这个世界的末日应该还没有来临呢啊，只是呢啊有这个灾难啊，这是可以肯定了啊。因为从我们2011年就可以看到啊，你看世界各地啊发生这么多的天灾人祸了啊，更何况2012年啊是大家啊根据啊过去的预言以及科学的数据啊啊那么推论啊一定会有啊灾难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整个世界啊社会的人心啊污染的非常严重啊，众生啊造恶业啊越来啊越厉害，所以呢造了恶因呢 啊也一定有恶的果报啊，所以灾难啊肯定一定会有啊。因为呢佛在经上也告诉我们啊，这个八大人觉经啊一开头啊佛就告诉我们说呢啊，世间无常啊，国土为脆啊啊，也就是说明啊这个世间呢、啊、本来就有很多灾难，本来就不是圆满的啊，甚至于呢啊最近的灾难越来越多啊，最主要的啊就是啊人心不善啊。过去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呢为什么还能够很安定啊，灾难比较少啊，那我们可以啊看出了那个时候啊人心比较善良比较淳朴啊，社会比较安定和谐啊。那么现在为什么灾难多呢？其实啊跟人心有关系啊。所以这个就是啊啊我们今天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啊，这是人啊啊烦恼严重啊，很狂妄啊，很容易造恶业啊，而且这个恶业是越来越严重啊，所以啊才会让我们真正了解到啊佛法所说的造恶因一定有恶果嘛，所以这个果报也就会越来越恐怖了啊。那么今天这个灾难能不能够避免呢啊，可以不可以消除呢啊？其实啊啊我们古人常讲啊，解铃还须系铃人啊啊。今天呢啊这个灾难的源头是人心啊，人心不善才有灾难，那如果人心向善呢，那灾难就会解除啊啊，就能够消除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只要肯回头啊，肯忏悔，肯向善啊，那人心一向善灾难就会消除了嘛啊。所以只要掌握这个根源啊，这个消灾免难并不困难啊啊。而且佛在经典里面讲的更透彻啊，更明白啊，所谓的一切法从心想生
啊，你看我们人啊，常常想到自私自利，啊，天天都想自己，啊，没有去考虑别人，啊，都是为了自己的名闻利养，啊，那么啊，做种种啊不正当的手段，啊，甚至呢，天天呢，啊，生这些贪嗔痴慢的烦恼，啊，那当然就会引来了这些灾难了。啊，所以反过来说，如果能够把我们自己自私自利给放下，啊，让我们的心呢能够达到大公无私，啊，念念呢都能够为社会，啊，念念都能够想到众生，那你想想这个灾难呢，很快就会化解了，啊，所以这些呢，啊，都是啊真正啊。有科学根据的啊，我们也曾经跟大家讲过啊，我们师父呢在讲经里头常常举例啊，啊，用这个江本胜博士啊做这个水的结晶的实验啊，这是用科学的方法啊来给我们证明的啊，你看这个水它是矿物哦，啊，它还不是动物哦，也不是植物哦，它是矿物啊。但是这个矿物呢，可以随着我们人的心呢，啊，而改变它的结晶啊。所以这个江本胜博士啊，他做了实验啊，做了十几年啊，得出一个结论啊，就是这个水的结晶啊，啊，它会随人心而变化啊。怎么变化呢？啊，我们呢、啊、把这个水啊，把它呢啊分成两杯啊，同样的水啊，两杯啊，一杯呢给它贴上啊，我爱你啊，我喜欢你，我感恩你，我谢谢你，哎，你把这个好的念头啊啊，这个善良的讯息啊，传播给这个水啊，这个水听了以后啊，甚至呢贴个这个字条。啊，用这个文字传递给他，哎，那么他在这个-5°C啊，我们看出啊，他的结晶体啊非常美，非常有规则，非常漂亮。啊，这是实验出来的结果啊，绝对是科学的啊。那么另外一杯呢，哎，是同样的水啊，我们给他贴上啊，我讨厌你呀、啊，我恨你呀、啊，啊，然后你跟他讲啊，我不喜欢你。啊啊，这样的字眼啊，这样的一个言语传递给这个水，结果这个水的结晶啊啊呈现出来的，在-5°C 啊啊很丑很难看啊，所以你想想看，同样的水为什么出现不同的结晶呢？因为我们给它的讯息不一样吗？啊，好的讯息啊，它得到的结晶就美啦。啊，不好的讯息，这个结晶它就很丑啊，很难看呢、啊，啊，所以证明了这个水啊，会有感觉的，啊啊，它有见闻觉知啊，它会听，它会看啊，所以你想想啊，水它是矿物哦，它竟然有这样的一个啊现象，啊，那这个水在我们身体里面呢，占的比例很大。啊，几乎是70%啊是水啊，所以你想想啊，今天如果我们的心里面啊存在着啊这个善良啊慈悲感恩的念头啊，有这个爱心呢、啊，那你身体里面那个水的结晶是不是就很漂亮呢？啊，就很美呢？啊，我们今天所谓的体质就很好啊，所以身体就会很健康啊。那反过来说呢？如果说我们这个心里面常常啊啊抱怨啊，常常生气啊啊，常常怨天尤人啊，贪嗔痴慢啊，生这些烦恼，那你想想啊，我们心里面呢 啊起这个烦恼啦啊，身体那个水的结晶啊，那一定很丑很难看啊，可见呢那个我们的身体的体质啊就会变差了啊，身体就会啊常常生病啊，不健康。啊，所以从这个科学的证明啊，让我们相信的啊，为什么有的人身体会健康啊？哎、啊，为什么有的人身体啊常常多病啊？啊，其实啊啊，你啊不用去找医生啊，你找自己就知道了。啊、关键在我们的用心嘛。
啊，那心好啊，那身体就会好啊，啊，就常常啊保持很健康的身体啊。那如果心不好呢，啊，那我们呢啊身体就不健康啊，多病吗？啊，所以自己才是根源，才是关键啊，不是找别人啊。医生啊，我告诉大家哈 啊我们呢常常说了，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啊，那个小病看医生啊，啊，那可以好啊。啊，真正很严重的那个大病哦，医生也治不了啦。啊啊，所以你看我们师父呢，常常讲，啊，他自己啊，这一生啊，那个命啊，是自己转过来的。啊啊，你看他说呢，啊，他在45岁啊，得了一场大病啊，结果这一场大病呢，啊，因为很多看相算命的跟他说嘛，啊啊，他45岁啊，这一年呢、啊、过不了。啊啊，有劫难啊，所以呢啊，他在讲经当中呢、啊、得病了啊，生病了啊，他也不看医生，他也不吃药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医生只能医病了、啊，不能医命啊，哎，这个命已经到了啊，找医生没有用啊，也不用去吃药了啊，所以呢，他就万缘放下啊，一心念佛啊啊，那么每天呢吃一点啊清粥小菜。啊，然后啊啊，一心念阿弥陀佛，准备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啦，啊，结果呢，啊，这个一个多月以后啊，哎，这个啊身体突然好了，啊，恢复健康了，啊，没有往生，啊啊，本来想往生的没往生，啊啊，结果身体越来越好，啊，到今年啊85岁，啊，我们。这一次啊，很多同修到澳洲啊去啊参加我们的讲座啊，你看看我们师父啊那个身体多好啊，比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啊。为什么呢？你看我们这个每一天啊啊5天哦啊这个活动啊这个讲座，他每天呢都要讲2个小时啊。你看看呢、啊，85岁的人啊，我们那个参加的活动里面的人啊，都没有比他大的年龄啊。啊，他是最大的啊，结果呢，体力最好，天天讲2个小时啊。那我们一般人呐、啊，啊，你看看呢，啊，我们有些年纪比较轻的啊，身体都不行了啊。所以你看看啊，85岁了，还有这么好的体力啊。其实本来45岁就要走了，结果没有走啊，一直活到现在，身体越来越好啊。这是什么呢？哎，这是这一生修的。啊，那前生修呢？啊，就到45岁，啊，45岁呢，前世修的，啊，前世没有修得很好，啊，所以呢，寿命到45岁。可是这一生来修有办法可以改变呢、啊，啊，你看呢，哎，后来这个寿命延长了，啊，身体越来越好，福报越来越大，啊，所以我们师父啊，到晚年啊，你看看呢，很多人都跟他讲，啊，你这个晚年呢、啊，福报很大，啊，为什么呢？这一生修得好啊，啊，讲经说法啊，布施供养啊，这个啊，照顾一切众生啊，你看看这个果报啊，这一生马上看得出来啊，啊，这个啊，跟这个《了凡四训》里面讲到，了凡先生啊，也是这一生修的啊，啊，但是了凡先生呢，啊，他只活到70几岁，啊，他的寿命啊，啊，你看看呢、啊，还比我们师父短，啊，福报还没有我们师父大。啊，所以你看呢，我们师父啊，真的比了凡先生啊啊，这个改造命运还要殊胜啊，真的是活了凡了啊啊！这是我们亲眼所见到的啊。所以啊，我们真正要有信心啊。你看呢，这个一切法从心想生嘛啊，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啊啊。所以从这个水的结晶的实验。啊，真正来证明了啊，佛在经上所说的啊，《楞严经》上说呢啊，一切因果啊，世界微尘啊，因心成体啊，你看看呢，这一切万法都是我们心所创造的啊，大的是整个世界啊，小的呢是微尘啊，微尘是最小的。啊，所以不管从小到大，所有一切的万事万物都是唯心所造，啊，所以既然是唯心所造，那意思就是啊，命运在我们自己掌握之中啊，啊，所以我们自己希望将来我们的前途是一片光明，
啊，我们要成佛成菩萨，哎，我们自己可以决定呢，我们可以做得了主宰呢，啊，所以这个事情啊，不要去问别人啊，问别人没用啊，都要问自己啊。那么今天我们学佛啦，啊，我们说呢，佛菩萨来加持保佑我们啊，那怎么保佑怎么加持呢？他把这个事实真相啊告诉我们啊，让我们明白的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知道呢这个改变是我们自己的心啊，是我们自己啊来决定的啊，这个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这个就是啊改造命运的原理与方法啊。那么我们刚刚说了啊，这个心很善良很慈悲啊，有爱心，哎，这个结晶就很美啊。那我们如果常常想啊，那我们的心就会善良啊，啊，我们的身体啊就会健康啊。那么反过来说呢，如果今天呢我们常常想佛常常念佛，那就更不得了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句阿弥陀佛啊叫做万德洪名啊，所谓的善中之善无过此善啊，所有一切善法当中啊最善的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你看万德洪名就是所有的功德所有的福报啊，乃至于啊一切的神通智慧能力全部都包含在这一句名号之中。所以你念了这一句阿弥陀佛，那不得了了啊，世界所有一切的万法通通具足啊，一切的功德通通都圆满啊。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啊，如果我们常常念啊，啊那个啊真正啊不可思议的功德之力啊啊。那么有没有办法证明呢？有办法证明，用什么呢？刚刚所说的用水的结晶来证明啊啊。那么在啊，过去啊，我曾经啊，随着我们师父啊，净空老和尚到日本啊去访问。结果我们到了日本的东京啊，那么拜访了江本胜博士啊。结果这个江本胜博士呢啊，在实验室里面呢、啊，给我们介绍啊，他的水的结晶的这些实验的成果报告啊。那么他这个报告当中呢啊，到最后啊，快结束的时候啊。他突然啊给我们秀出了几张图片啊，这个图片是什么呢？是水的结晶啊啊啊，给这个水听什么呢？听阿弥陀佛的佛号呈现的结晶啊，非常美非常漂亮啊。那结果呢我就很好奇啊，我就请教啊江本胜博士啊，因为他自己啊啊自称他是科学家，他绝对不相信任何宗教啊。所以呢啊，我们今天呢就问他了，他你不相信任何宗教，哎，为什么你会想到用阿弥陀佛啊来做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呢啊？那么他就告诉我啊，他说因为啊啊这个前一年啊，我们啊澳洲净宗学院啊邀请了这位江本胜博士啊到澳洲呢去做讲演啊，在我们学院啊，在这一次我们办活动的南昆士兰大学啊，做了几场的啊讲演啊。那么讲演完之后呢啊，我们就邀请啊这个江本胜博士啊啊到处啊啊在澳洲呢走一走啊啊，这个参观参观，旅游旅游啊。那么日本人啊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黄金海岸啊啊。那么我们啊就带他到黄金海岸啊去旅游啊。那么当时呢我们在黄金海岸啊啊有一个精舍啊，我们有一个房子啊，这个房子呢靠海边啊。那么啊这个后面还有啊这个啊这个码头啊，还可以啊上下船的啊啊。不过这个房子呢在三四年前呢就把它卖掉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师父说呢，靠海边的房子赶快卖，以后啊啊，如果发生灾难呢、啊，第一个呢啊，这个靠海边呢、啊、是最危险的，所以我们就把它卖掉了啊啊。那么当时呢还没有卖之前啊，那么这个江本胜博士呢啊就住在我们的精舍
啊。那么这个金色呢，啊，这个下面呢，啊，是这个一个游泳池，啊，室内游泳池，很特别的。那后来啊，因为呢啊，我们买了以后就把那个游泳池改建，啊，变成一个佛堂。啊，好像一个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啊，那个我们拜佛啊，就进到那个七宝池里面去拜佛啊。不过没有水就是了啊，但是呢啊，很特别的啊啊。那么中间呢是啊这个佛案，那么我们这个啊佛案上呢啊有这个念佛机啊，24小时的播放啊。结果呢，这个江本胜博士啊住在两边啊楼上的啊这个啊这个疗房啊这个啊晚上睡觉啊。他就听到这个佛号啊，24小时一直在啊，在听这个佛号啊。结果呢，第二天呐、啊，他出去旅游的时候啊，他说呢很奇怪哦，他说我这个耳朵啊一直啊听到这个阿弥陀佛啊。他说阿弥陀佛不是你们这个佛堂那个佛案上的这个机器在放吗？怎么我离开了佛堂到外面去玩呐、啊，我这耳朵还一直听到阿弥陀佛啊，这个很奇怪哎。啊结果呢我们说呢，哎呀，这个江本胜博士虽然讲他是科学家齁啊，他也不信佛啊，也不信宗教的啊，但是呢善根还挺不错的。为什么呢啊，你看呢才听一个晚上阿弥陀佛而已齁、哦、你看呢人家呢啊白天出去啊都要一直听到阿弥陀佛啊这个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善根啊就很高兴啊。啊，因为我们常常啊，在这个念佛塔里面念佛啊，念佛念佛念完了，哎，虽然耳朵有听到阿弥陀佛，那出去就没听到了，呵呵啊，人家呢听一个晚上，哎，耳朵还一直听到，啊，所以这是啊，我们呢其实啊念佛的人最想要得到的境界啊，就是啊一天到晚能够听到阿弥陀佛啊，这是最殊胜的啊，结果人家呢，哎，不信佛的竟然也有这种境界呢，也很难得啊，那么。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啊？所以呢，他就呢啊离开啊澳洲回日本的时候，就给我们请了这个念佛机啊回去啊要做实验啊，看看这个阿弥陀佛啊，让水这个啊来听听啊，看看结晶啊是怎么样啊？他说很有兴趣啊。结果回去呢一做这个实验呢 啊果然呢、啊、真的很殊胜哦啊，那个结晶啊真的很美很漂亮。啊，而且这个佛号呢还没有分呢啊，什么四字的、五字的没有分的、哦、啊，只要是佛号啊，不管啊四字也好、六字也好啊，什么四音也好、五音也好，哎、啊，做出来的实验哦，通通都很美、很漂亮啊。所以现在我们就不要去分别啦啊，有的人喜欢六字的，哎，他就好好念六字的啊；有的人喜欢念四字的，那你就好好念四字的 啊。喜欢什么音呢？这个都没关系。啊，那个水听的哈、哦，那个结晶都很美很漂亮啊，都没问题啊，所以呢我们这下就放心了，只要好好老实念佛就可以了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啊，让我们真正啊体会到，哎，你看人啊，这个心很善良很慈悲哦啊，这个结晶就很好了，再加上念阿弥陀佛就更不得了了啊，这个功德更殊胜了，那个结晶就更美了啊，所以让我们真正了解到，我们现在哈、哦，在这个世间哈、哦、啊，所有的事情啊，通通啊都是不重要的啊，所有的世间的一切万物哈 啊通通啊对我们来说啊没有关系的啊，为什么呢？啊，这些都带不走啊，真正能带得走的，真正能够影响我们的未来的，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了。啊，所以阿弥陀佛可以带着走，其他都带不了了啊。所以很多人说呢啊，这个念阿弥陀佛是人死的时候在念的啊，很多人还很忌讳啊，说我现在活得好好的，你给我念阿弥陀佛啊。其实呢我们想想看啊，人到了一生要走的时候啊，这一生的什么丰功伟业啊，啊什么家产啊，啊什么啊这个啊亲族儿女啊，到最后啊没有一样可以带着走，通通都是假的啊，真的是来也空空去也空空，没有一样带着走啊。真正能带着走是什么？最后只有剩下这一句阿弥陀佛啦。所以给他念阿弥陀佛的意思就是说，其他都是假的啦，只有阿弥陀佛啊可以帮助你啦啊，可以带着走啦，是这个意思啊。因为呢阿弥陀佛啊可以帮助我们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啦，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啊，你什么都有了，你的愿望啊通通都会达成了
啊，是这个意思啊啊，乃至于呢，我们每一个人最喜欢的、最希望的，就是无量寿。哦，这个寿命哦，永远无穷无尽啊，不会老，不会生病，不会死，哎，这是大家都需求的啊啊，在这个世间呢，我告诉大家，可能你都找不到啦啊，连那个帝王将相啊啊，什么总统啊，都做不到的啊。结果呢，谁做得到呢？念阿弥陀佛的人做得到哦啊，为什么呢？到极乐世界，你就是不老不病，你不会死的。啊，人人都是无量寿，年年都是18岁，永远年轻哦啊！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念阿弥陀佛第一个得到的好处啊。那当然呢，现前呢也可以得到好处啊，不是说到了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才有这个好处。现前的好处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师父一样，你看看命运改变了啊啊！这一生呢，你看的福报很圆满呐啊 啊，身体很健康啊。啊啊，所以呢啊，身体健康长寿啊，然后呢啊，智慧圆满啊，福报圆满啊，这是不是我们念阿弥陀佛在这一生所得到的好处呢？啊，这是现前的利益啊啊，我们今天讲啊啊，这个啊所谓的果报啊啊，这叫做花报啊，那将来呢开花还会结果啊，那个果报就更殊胜了啊，到极乐世界那就是往生不退成佛了。啊，这是我们人人都可以做到啊！啊，这个做呢，就在这一念之间，啊，你肯不肯做啊，就是一个观念啊。你看看我们念佛是不是一个念头啊？你肯不肯念呢？啊，不肯念的就没办法了。那肯念的，你马上就念了嘛。啊，所以你啊，我们这个学习啊，修行啊，其实很容易，就在这一念之间。啊，所以佛法呢啊，真正觉悟啊也在一念之间啊，所以一念觉悟的人肯回头，肯向善啊，肯忏悔，肯念佛，肯求往生，那你这一生就成就了啊。如果我们呢这一念的执着还放不下啊，还在呢啊为这个世间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啊这么样坚固的啊执着啊在那边呢啊坚持啊追求啊，那完了。那这一生呢啊，你想想我们要受苦受难啊，来生呢生生世世还要搞六道轮回了啊。所以我们真正啊了解到啊，这个解救这个世间啊，帮助这个世间能够救苦救难呢 啊没有别的方法，就是这个方法了。那真正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忏除业障，老实念佛啊，所以这个是可以实现的，而且可以真正啊来帮助一切众生啊觉悟过来的啊，可以改变呢啊这个世界的种种灾难的啊，就是呢不为自己啊，只为众生，只为社会啊，所以把这个念头一转过来，那就是破迷开悟啦，那就会转凡成圣啦，这所有的灾难呢、啊、就可以化解了啊。所以一个人念佛，一个人断恶修善啊，这个世间就多一份力量啊。那么今天我们有这么多同修，大家一起来，这个力量就很大，就真的不可思议啊。所以这是呢啊，最重要的就是从我们自己的本身来做起啊，不要去要求别人啊，只要呢要求自己啊，所以人人呢都要求自己啊，这个问题才可以解决啊。如果说呢啊不要求自己啊，只要求别人啊，那这个事情永远解决不了了啊。所以真的我们常讲啊我们啊为什么要忆佛念佛啊，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真的你看看我们想佛啊，我们念佛啊，我们心里面就变成佛啦，甚至我们身体也会变佛啦啊，现佛啊啊，这个一切法从心想生嘛啊，你看看呢我们想佛念佛啊，到最后呢啊，当然呢啊，这个大势至菩萨说我们会见到阿弥陀佛啊，因为将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阿弥陀佛会来迎接我们嘛，我们就见到他了。但是呢这个忆佛念佛现前当来是必定见佛，
这个见字哈、哦，在古时候啊，跟出现的现是同一个字啊。这个出现的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自己啊，本身就变成佛了啊。所以你想想，天天想佛啊，天天念佛，哎，我们自己的身体就会变成佛，这是真的，这是大势至菩萨教我们的啊。那么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种事情吗？常常想佛，常常念佛，真的会变成了佛吗？我们呢先讲一个公案。这个公案呢是在元朝的时候有一位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画家叫做赵子昂，赵孟俯那么这个画家呢他画马最出名当然他的书法也非常有名了那么他这个画马呢画到什么呢他呢整个全心啊都投入天天在想马，天天呢画马那么有一次啊他发愿啊要画108匹不同姿态的马所以呢他呢心里面呢就从早到晚走路也想马这个吃饭也在想马，乃至于躺在床上睡觉也在想马可以说呢随时随地都想到马想马的种种的姿态结果呢他画出的107匹不同姿态的马，结果到了第108匹的时候他画不出来了。那为什么画不出来呢？因为第108匹的马是四脚朝天的马他这个四脚朝天的马他没看过所以呢一天到晚在那边揣摩这个马四脚朝天是什么个样子有一天呢中午睡午觉，他躺在这个床上还没有睡着，就一直在揣摩这个马四脚朝天是怎么样子结果过了没多久他的太太突然有急事要找他，就跑到他的房间里面来。那么古时候这个有钱的人家呢这个床铺上还挂个这个蚊帐很讲究结果他的太太呢一进到他的房间呢拉开蚊帐要叫他嘛，结果一看呢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床上躺了一匹马结果呢一紧张一害怕就赶快跑，结果不小心踢到这个门槛跌倒在地了，这下就把赵子昂给惊醒了这赵子昂起来以后看到他太太躺在地上，就问他了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躺在地上他太太问他你从哪里来我刚才床上躺在那边睡午觉他明明我在床上看的不是你是一匹马呢所以你从哪里来所以这下呢赵子昂就紧张了就害怕了为什么呢？天天想马天天要画马，结果自己就变成马了所以他说呢我才不要变马呢，马是动物是畜生所以呢后来呢他就觉悟了天天想马，天天画马会变成马那如果我反过来我如果天天来想佛，天天来画佛，那我不就变成佛了吗所以他这个念头一转变呢以后他就不再画马，也不再画其他的，天天画佛像所以呢这个画佛像很好这也是修行的方法，什么观想念佛嘛，观想念佛嘛所以呢这叫什么叫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就必定变成佛了所以你看看呢这个想佛念佛天天想，想久了真的会变把我们变成那个佛的样子。所以观经上说我们一天到晚都想佛念佛那么我们呢这个心就会变成什么呢？心想阿弥陀佛32相80种好，慢慢我们的身相真的会变就变成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所以很多人说呢你这个念佛的人念久了为什么那个相貌好像变了
啊，变什么呢？啊，变得像阿弥陀佛一样，啊，很有福相啊，福报越来越大啊，真的可以变哦。啊，所以呢，这就是啊，一定要从我们自己的本身来做起啊，把我们的业因呢、啊、做一个转变啊，只要业因一转变呢、啊，那果报马上就变过来了。啊，所以这个比什么都一定啊还要重要，还要紧急啊！所以《无量寿经》告诉我们呢、啊，这个事是最急的啦，其他都不急啦。啊，我们世间人反过来了，哎，那个不急的他倒很着急啊，这么紧急的事情啊，他一点都不在意啊，那个就很危险啦。啊啊，所以呢，我们一定呢啊要了解，在这个世间呢，什么都是假的啊，什么都带不去。啊，唯有这一句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将来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我们啊。那怎么接呢？阿弥陀佛会拿莲花来接我们，所以呢，这个莲花呢是我们自己培养的啊，不是阿弥陀佛自己种的哦啊。如果是阿弥陀佛种的，那太麻烦了，种这么多，这个很麻烦啊啊。其实呢，这个莲花都是我们自己种的啊，自己培养的。啊，而且这个莲花上面呢都有我们自己的名字在啊，我们每一个人念佛想要求生极乐世界，信愿持名啊，我们的莲花齁 啊在极乐世界已经啊都有名字了啊，已经开得很漂亮了啊，将来阿弥陀佛就拿这一朵自己我们培养的莲花来迎接我们啊，那我们呢到时候在这个世间的因缘到了，就坐上这个莲花台啊啊啊，叫做九品莲台啊啊，坐上这个莲花啊，然后呢坐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所以这个极乐世界啊啊，我说呢就像一个什么，就像一个太空船一样啊，我叫它叫莲花太空船哦啊，这个莲花太空船呢啊是阿弥陀佛驾驶的啊、哦、啊，不是我们驾驶，我们自己不用驾啊，阿弥陀佛亲自驾驶啊，然后把我们呢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所以呢，这个莲花太空船呢、啊、是非常殊胜、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曾经呢啊，在这个佛经上啊啊有一本经叫做《那仙比丘经》。啊，这个那仙比丘啊啊是一个出家人，是一个念佛的出家人啊。有一次呢，他跟一个国王啊在对话啊，这个国王啊就问那仙比丘，他说啊，我们念佛的人啊啊，我们说呢啊，我们念佛啊，将来啊可以到极乐世界啊，烦恼也没断呢 啊业障这么重啊啊，结果到极乐世界去呢，就说可以啊，这个断烦恼啊，可以成佛成菩萨了。他说这个事情啊，我不相信呢。啊，你想想看呢，我们是一个凡夫呢，业障这么重，怎么可能说一到极乐世界就可以变佛啦？啊，怎么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啊？你看人家修呢，还要断烦恼啊，才能够出三界啊啊，断见思烦恼出三界啊，破无明啊，破见思才能够成菩萨成佛。你看看呢，我们一品烦恼都没有断，业障深重啊，这样竟然可以成佛？哎，我怎么想都不敢相信啊。结果呢，这个那仙比丘啊，就跟这个国王说啊，他说国王啊，你相不相信？啊，我用一块石头丢到水里面，它不会沉下去。啊，这国王说不可能啊，这个水哈、哦、啊，你用石头放在上面一定沉下去的嘛，哪有可能啊？说这个石头放在水里面不沉的，我不相信。啊，他说呢，国王啊，如果我把这个石头放在一艘船上，它当然就不会沉下去的嘛。啊，那这一艘船叫什么船呢、啊？叫做弥陀的大愿船啊。所以今天虽然我们的业障很重，就表示那个石头很大啦啊，这个放到水里当然肯定一定会沉的啊，就好像在三界轮回里面啊，一定呢啊要在那边受苦受难啊，出不了三界的啊。可是呢，今天我们把这个石头啊再大也不怕啦，我放到一艘大船上面嘛啊，它就不会沉啦啊。那么这一艘大船呢，就是弥陀的大愿船
啊，所以虽然业障很重啊，我们不怕，我们靠什么？靠阿弥陀佛啊！所以阿弥陀佛的愿力来加持我们，来照顾我们啊！所以呢，虽然有这么深重的业障，哎，能够把我们呢 真正啊带业往生啊，运送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呢，那这些烦恼啊、业障怎么办呢？那就不怕了，只要到了极乐世界齁，那个烦恼业障啊就在极乐世界来断啊，而且在极乐世界断烦恼它不会退转啊，因为它不会让我们退转啊，没有这个缘啊，不会有贪嗔痴的缘啊，我们这里为什么会退转呢？贪嗔痴的缘太严重了，太厉害了啊，所以你看看我们在这里啊想要听经闻法，外面诱惑很厉害啊，所以呢没有办法24小时随时随地的来熏习啊，所以烦恼很严重啊，那熏习的力量又很弱啊，所以呢有这个恶缘来诱惑我们，来影响我们，我们当然就会造恶业啦我们有恶业那一定有恶报啊，一定要受苦受难啊。那现在呢，现在我们不怕啦，为什么？我们有阿弥陀佛可以靠啊我天天就想佛，天天就念佛啊，过去虽然造了很重的罪业，现在都不要想他了啊，重新我真正忏除业障这个回头是岸，改过自新，从今天起我一心想佛，一心念佛，就靠弥陀的愿力加持，搭乘这个弥陀的大愿船，我就可以到极乐世界去。到了极乐世界去以后呢，就不怕了为什么？极乐世界的缘殊胜没有恶缘没有贪嗔痴所以呢不会让你再生烦恼。那么这些恶的这个业障烦恼啦，到极乐世界慢慢它就没有了因为没有缘嘛虽然有恶因呢，它不会起恶这个不会造恶所以呢就不会受报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去的原因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有一个弥陀大愿船可以依靠这样才有办法在这个五浊恶世在这个世间恶业这么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到极乐世界可以一生成佛可以不用断烦恼，原因就在此地不过呢现在呢虽然我们这个地方这个要听经闻法要熏习不容易，不过现在科技很发达我们呢有这个科技的帮助我们现在也可以做到就像极乐世界一样24小时的闻法熏习不中断那么昨天呢我下飞机有几个同修来迎接我结果我们那个同修他就拿了一个那个 iPhone 现在很流行iPhone 最新的这种电话这个智慧手机iPhone 结果他就问我他说法师我们现在拿这个 iPhone 他去买的时候他那个店里面的那个员那个这个售货员说哇你这个年纪这么大了还拿这个年轻人在用的人家这是年轻人赶时尚赶流行在用的你一大把年纪还要跟人家玩这个他说呢我拿到这个我不太会用如果我想要听经闻法这个有没有办法能够听经我说呢这个有一个好处，真的可以听经闻法，而且随时可以听不会中断的怎么听呢？我就教他呢下载下载一个程式这个程式一进去呢，我们师父讲经了现场直播或者是呢重播甚至呢这个电视台的这个每天24小时的这个转播马上就在你的手上就可以看得到所以呢他就很高兴很感谢虽然呢这是年轻人在玩呢现在我们呢要听经闻法的人也可以玩也可以说看也挺方便的所以呢真的把我们师父呢随时掌握在我们手上，听经闻法不间断这个是现代科技可以帮助我们所以呢这是我们要好好珍惜所以呢极乐世界有的现在我们这边也慢慢会出现也可以做得到
啊，所以啊，现在我们可以善用这些科技啊，让我们自己啊达到不间断、不夹杂啊。当然了、啊，慢慢达到不怀疑，那你就可以保证啊，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自己啊，每天呢啊，跟着我们师父啊，能够啊来听经闻法啊，不间断的熏习啊，真的往生极乐世界就越来越可靠啊，越来越有把握了。啊，所以这是呢啊，我们在现前这个时代啊，我们要如何善用这个科技啊，来让我们学习，来提升我们的境界啊，这个很重要啊。那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以后啊啊，我们呢、啊、真正啊啊到了极乐世界啊啊，我们啊要知道啊，我们就在那边呢啊不会退转啊啊，叫做什么？叫做阿维越智啊，阿毗跋致啊，成为这样的菩萨。啊，这个菩萨是什么菩萨呢？叫做三不退啊，圆满正德三种不退的菩萨啊，所以这个菩萨叫做不退转地的菩萨啊。那换句话说呢，我们到了极乐世界，你就是菩萨，不会变成人呐、啊，啊，你就是大乘菩萨，不会变成小乘呐、啊。你就念念的啊，往成佛的啊，这个啊圆满成佛啊这个境界啊，不断提升了啊。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到极乐世界的啊最殊胜、最圆满的功德利益啊。那么现前呢，我们发愿要到极乐世界去。我刚刚说过了，极乐世界啊，那个莲花上就有我们的名字啊，就等于呢我们在极乐世界已经注册啦，已经报到啦啊。所以呢，这个《弥陀经要解》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啊。我们今天呢啊。啊，所谓的发愿啊，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我们呢现在发愿啊，所谓的啊，一念相应就一念生，念念相应就念念生啊。所以我们发愿到极乐世界啊啊，所谓的今发愿就今生啊，现在发愿极乐世界，你就是我们所谓的贵宾了，你就呢成为极乐世界的啊阿弥陀佛的嘉宾了，不是这个世间人了，这个叫什么？叫今发愿今生，所以这个叫妙因妙果，不离一心，所以。我们真正了解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啊，你看它是用莲花啊，到处都有莲花，这个莲花就是我们净宗的标志啊。那么这个莲花有什么意思呢？这个莲花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啊，叫做因果同时啊。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这是重因呢、啊、想要到极乐世界啊，我发愿一定要去啊，这个因呢、啊、具足了，结果极乐世界的这个果报啊，它就现前了，什么现前呢？莲花现前，这就是果报啊，所以莲花呢，你看看呢、啊，它一开花，马上就有果在里面，所以莲花里面呢、啊，你看中间的这个地方就有莲子在，所以莲花一开，莲子就长出来，这代表什么？代表因果同时。那么今天我们念佛的人一样我们今天一念佛，极乐世界的果报就现前了，所以不用等待娑婆报尽我们娑婆的业报尽才能够到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出生不需要，只要今天信愿持名现在我们信愿持名极乐世界的莲花就开得很美很漂亮我们呢在极乐世界就有一个金台这个金台呢我们就坐在上面换句话说呢，我们人还没有去那个极乐世界有一个影子在上面我们今天有一点像贴个照片在那里的所以人呢虽然没有去极乐世界，已经贴了一张照片在极乐世界就看得到了所以呢，这就是说呢，我们已经是极乐世界的嘉宾，不是娑婆世界的人但是呢这个发愿的人必须要具足信愿行这三个条件
啊，所以信愿行啊，这叫做三之两啊。所谓的信啊，我们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这个信要很真实很实在，不可以有怀疑哦啊，而且要很深信啊，不可以人家呢一讲啊你就动摇了，就不信了啊，就改修其他的法门了，那不行啊，那莲花会变化啊，会缩小啊啊啊，那个莲花也会枯哦啊，不可以改变哦啊，一定要坚定的信心啊，然后呢那个愿力要很恳切啊，真想去啊，真愿意去，巴不得现在马上就要去啊，所以对于这个世间哦啊看得很淡啊，越来越淡啊，所以人家对你好也好了，阿弥陀佛了；对你不好也好了，阿弥陀佛了，都不在乎了啊啊，都不要放在心上了啊。现在只想要的就是要去极乐世界了啊。所以在这个世间呢，随缘度日啊。有一天我就念一天阿弥陀佛，有一天我就帮助一天的众生啊啊，帮助到缘到了啊，我要到极乐世界了，哎，我就说再见，拜拜，我就走了。啊，一点都没有牵挂啊，所以这是什么？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念佛人啊。所以你有这样的愿望啊，而且要确确实实的看破这个世间啊，这样才能够把这个世间的一切万法都放在啊，都把它放下，不要放在心上啊。所以这个放不是叫你啊啊，现在好了，我全部都布施了啊，全部都给别人了，不是这个意思啊。真正的放是在哪里放呢？是在心里面放下啊，不是外面的事项哦，外面的事项放不下了啊。你看你还要生活啊，还要吃饭啊啊，还有家庭要照顾啊，那你怎么能放得下呢啊？真正的放下是在心里面啊，心里面没有牵挂啊，所以呢这个心里面呢、啊、彻彻底底放下了，跟着事项上不妨碍的啊，你照样啊每天吃饭啊睡觉啊啊跟人家相处啊啊，每天呢照顾家人照顾得很好啊啊，所以呢事项它不妨碍，最重要是心里面啊。所以呢啊，我常常啊跟同修讲啊，过去啊啊我们台北啊，有一个老居士啊，老菩萨啊，那么他念佛啊啊，念了十多年了，结果呢啊有一天呢啊，见到我们师父啊，请教我们师父一个问题啊，他说啊老和尚啊，我请教你一下啊，我念佛念了十几年了、啊，他说我什么都放下了啊，但是只有一样目前还没有放下，他说怎么办啊？啊哪一样没有放下呢？他说孙子放不下。啊，所以我们师父说了，你这个念佛十几年呢，啊，结果这个孙子放不下，那你就不叫念佛啦，啊，你这个叫什么？你这个叫念孙，不叫念佛啊？为什么呢？哎，这个念佛啊，那个字很容易嘛，你看上面是一个金，下面是一个心嘛，啊，金心是佛，这才叫念佛啊。结果你这十几年呢、啊，你不是金心是佛啊，你是金心是孙子。虽然嘴巴在念阿弥陀佛，可是金心是孙子，所以你这个叫念孙，这不叫念佛啊啊！所以呢，这个哈、哦、往生有问题哟、哦、啊，这个很麻烦啊啊！他说怎么办呢、啊？啊，有没有办法解决啊？啊，我们师父说呢，很简单呐、啊，啊啊，就把你那个念孙那个对象哈、哦，那个孙子啊，那个对象把它换一下。啊，换成什么呢？换成阿弥陀佛，就成功了吗？啊啊，所以呢，把孙子换成阿弥陀佛啊，一天到晚呢、啊，不要再牵挂孙子啦，你就牵挂阿弥陀佛啊，这个才是真正念佛啊。所以我们讲三十系念哈啊，三十就是24小时哦，啊，昼夜60嘛，啊啊，所以呢，就是昼30，夜30啊啊，这个叫做60啊，所以60就是24小时不停的系念啊，系念什么呢？系念阿弥陀佛，系念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做三十系念最重要的工作啦。啊，所以我们呢今天看到啊，我们呢每一个人都会牵挂哦，系念就是牵挂
啊，所以把这个牵挂的对象啊稍微调整一下啊，换一下啊，换成阿弥陀佛，换成西方极乐世界，那就对了，那就正确了，这个方向目标就对准了，你这一生就能成就了，这就是真正的细念了。所以这叫什么？这叫做心里面彻底的放下了啊！所以你想想看，哎，这个老太太，哎，她牵挂着孙子，哎，她每天要做很多事情啊，啊，她要照顾她的家人啊，啊啊！所以呢，虽然牵挂孙子没有影响她的工作，没有影响她的生活啊，那现在我们也一样啊，哎，我们把这个孙子啊，这个对象换成阿弥陀佛，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哦，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哦。啊，所以这叫什么？这叫做事相啊，不会影响啊我们的修行啊。最重要的是心里面的这个牵挂啊，我们呢要转成阿弥陀佛啊。所以呢啊，其实啊，佛在经上也说嘛啊，《华严经》上讲啊，理是无碍吗？事是无碍吗？其实不会妨碍的，会妨碍的是心，不是事啊。所以今天呢啊，我们心呢要清净。啊，要想佛，要念佛啊，所谓的心净则佛土净嘛，这样才能够感应到西方极乐的净土啊。所以你看看，这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吗？啊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啊，别人就帮不上忙了啊啊。所以呢，你想佛，你念佛，你要到极乐世界去做佛，是完全自己做主宰啊。啊，你不肯念，你不肯想佛，不肯去做佛，那、啊、别人也没办法，佛菩萨来呢也帮不了忙啊，完全呢、啊、都要靠自己啊。所以呢，这个地方讲到我们这一念的相应，就一念佛啦。为什么这一念呢、啊、具足了信愿行，它就相应啊。那么这个相应以后啊啊，这一念就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啊，极乐世界的莲花就有我们的名字，就有我们的影像啊。就像我刚刚说的，贴个照片在那个莲花里面啊，看得很清楚。哎，我们现在的模样是什么？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都看到了、哦、啊，他是知道哪一个人哦啊。所以呢啊，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七宝池的莲花里面呢 啊，我们就现出的这个影像。啊，那么我们越努力越精进越用功啊，这个莲花就会越来越大，真的叫做念念生哦啊。所以呢啊，念念的越长越大，光色越来越好啊，颜色越来越漂亮啊。所以这叫什么？这叫做妙因妙果啊，不离一心呢 啊。那么真正啊，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有没有人回来的呢？啊，哎，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啊。到了极乐世界啊，有没有办法证明哎这个人会回来？啊，回来告诉大家呢，真的有这种人。啊，所以呢，在《弥陀经要解讲义》里面，圆英法师啊，他老人家就引用的两个人。啊，一个人叫做宋朝的可久法师啊。那么这位法师常常啊念法华经啊，虽然念法华经啊，可是呢他求生净土啊，这个也很好啊。不管你是念什么经的，只要发愿求生净土都可以往生啊。这个在无量寿经三倍往生啊这个第四段里面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啊，凡是修学一切大乘佛法，最后回向求生净土啊，临命终的时候呢，阿弥陀佛啊一样会来接引他啊。所以不管他是念什么经啊，念什么咒啊，修什么法门都没关系，只要回向求生极乐世界啊，到最后呢，他肯念佛肯求往生，照样接引到极乐世界去啊啊啊。当然呢，能够专修呢，那就更好了啊。可是呢，我们一定要记住，任何的法门只要回向啊求生，都可以往生的啊，都没有妨碍的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啊，
我们真正可以了解到啊，阿弥陀佛那个心量多大，多么慈悲啊！啊，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呢、啊，其实真的啊，非常的广大啊，可以包含一切法门的啊，通通都可以念佛，通通可以往生，都可以成佛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呢啊，可久法师啊，他这个念佛的功夫啊啊，他成就了啊，成就以后呢啊，他坐着往生了啊，确实往生。结果呢，往生以后三天。啊，人真的断气了啊！我们今天讲啊，人死了啊，其实念佛的人没有死的，你看这个是最好的例子，他哪有死啊？他的身体还坐着，虽然断气了，可是呢他的神识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你说有死吗？没有死，他只是呢啊，把这个臭皮囊这个躯壳放下而已啊。结果过了三天以后呢，他又活过来了啊，从极乐世界回来了啊，然后呢回来了，他活过来以后就告诉别人，他说啊，他这三天呢、啊、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结果见到啊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跟经上所说的完全一样啊。所以这个就是证明啊，西方极乐世界他去的是真的，他不是假的啊。所以啊，这就是呢啊，他说呢，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以后，每一个人真正啊啊要求生极乐世界的人啊，那么他亲眼看到、哦、莲花上啊都有啊标上名字啊，所以每一个啊念佛的人在七宝池里面都有一朵莲花，莲花上有名字哦，他真的看到了、哦、啊。那么他说呢，那功夫比较好的啊，所谓的上品往生的。他看到那个莲花是什么台呢？金台的啊。那么那个莲花那个中间呢、啊？那个莲蓬啊，那个莲蓬那个台是金色的啊，这个叫做金台啊，这叫做上品往生的啊。那么他有看到几个人？他说有成都广教院的老和尚啊，那个名字他都看到了。啊，可是这个老和尚呢还没有往生啊，还在这个世间呢、啊。啊，所以你看呢，虽然在世间，可是在七宝池里面他看到他的莲花了。啊，上面有他的名字啊，是金台的啊。啊这功夫不错，很好的。另外一个人叫做明州的孙十二郎，以及他自己本人都是金台的。啊，可见的功夫啊都很好。啊，那么次一等的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啊这个银台的啊。那么这个银台的呢啊，我们啊在这个地方呢啊，他有看到的啊，这个叫做徐道姑啊，有明州的徐道姑啊。所以呢他看完了这个，就把大家呢啊这个说明了以后啊，然后呢他自己啊讲完以后眼睛一闭，他又往生了，他又走了呵呵啊。所以你看看呢，走了三天回来告诉大家极乐世界他所见到的，然后又走了。这一走啊，他真的走了啊，真的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你说有没有人真的回来呢？真的回来了啊，这个已经是给我们做一个证明了啊。那么结果呢，后来啦，这个孙十二郎啊，那么他往生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已经啊可久法师预先说的吗？他是金台往生的，所以金台来迎接哦，瑞相很殊胜哦，是天月盈空啊，这个天空上有这个天月啊，大家呢都听到啊，天月啊来迎接他啊。那么这个银台的啊，像徐道姑啊，他银台往生的啊，那么他往生的时候也感应到啊，异香满室啊，这个房间呢 啊他往生的这个地方啊，那个房间哈、哦、很有香味啊，那个香气很特别啊，像这个我们呢啊很多同修也遇到过啊，那么我们啊有遇到一些同修讲啊，人家那个念佛往生的人真的闻到异香哦啊，当然也有看到光的啊，也有这种啊现象啊。那么
好几天呢、这个房间里面那个香味啊都不散啊，所以这个瑞相啊很殊胜啊，所以这是呢可久法师他所给我们说明的啊，这个极乐世界的人往生啊啊，那么他们事先呢有这个瑞相啊，有这样的一个啊成就啊。另外呢，有一个人叫做越国夫人啊，这个越国夫人啊，她领导她家里面的丫鬟通通呢来专修净土啊，所以家里面的像有些佣人像我们有些同修家里面有请那个外佣外佣很厉害哦。你教他念佛，他真的也会念佛这个前几个月我在台东帮一个我们一个同修他的母亲往生我跟他做一场三十七念他那个母亲在往生之前一年是一个印尼的女佣在照顾。那个印尼的女佣呢很会念佛，天天陪着这个老太太念佛念到最后这个女佣念佛功夫很好给照顾得不错，最后这个老太太也是念佛往生的，很殊胜。所以呢，我们对家里的这个女佣要好好照顾她也要教她念阿弥陀佛她也会念的念得不错那么结果呢，这个丫鬟大家都念佛那么这其中有一个丫鬟她真的往生极乐世界了结果往生以后有一天晚上在梦中，这个丫鬟就给这个越国夫人托梦了来给她道谢说她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我已经在净土了很高兴然后呢她说呢非常感激夫人平时来教导他们念佛，他今天才能够得到这么殊胜圆满的功德力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呢这个夫人在梦中就问他，他说这个西方净土你真的到了吗他说真的那么这个夫人就问他呢，他说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呢这是在梦中跟他的对话然后呢他说可以他说夫人我带你去结果他真的就带着这个越国夫人来到西方极乐世界结果到了极乐世界呢，就看到那个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水池上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莲花然后呢这个夫人就觉得很奇怪，他说为什么这个莲花呢大大小小的，而且有的很漂亮有的呢光色比较差，为什么有这些不同的这个区别呢于是呢他就问这个丫鬟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丫鬟就告诉他，他说这个世间修西方净土的人，只要念头一动愿望一发真心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个七宝池里面就会开出一朵莲花了如果很精进莲花就会越来越大光色越来越好，如果很懈怠懒惰啦，这个花慢慢就会枯萎如果退了心了，不修念佛改修其他法门了那这个莲花就死掉了，就没有了，消失了所以呢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不生不灭的它没有生灭法永远常住但是唯独这个七宝池的莲花有生有灭有枯有荣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十方世界念佛往生的人那每一个人的那个愿力不一样，精进勤惰都不相同所以这个事情跟阿弥陀佛不相干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呢真正能够看到有生有灭的就是宝池里面的莲花那么这个夫人就看到了有一个像做官的人我们刚刚讲过像极乐世界这个莲花里面不但有名字还有个照片他看到那个照片了这个照片上呢有一个像做官的人穿着朝服做官的这个衣服朝服莲花很漂亮很美
结果呢，这个夫人就问这个丫鬟呢、啊，她说这是什么人呢、啊？啊，这个丫鬟就说啊，她说啊，这个人叫做杨杰，你看看那个名字都写在那里了，杨杰，啊，他是杨杰，还没有往生呢，啊，还在这个娑婆世界啊，啊，所以真的哈、哦，这一念相应就一念生哦，念念相应就念念生哦，啊，所以呢，真的，你看人家已经在极乐世界了，啊，他的相貌，哎。你看看呢啊，都是啊啊啊，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啊，所以呢，影子已经出现了，已经看得出来了。不但有名字啊，那个照片放在那个地方，很奇妙啊，不可思议啊。那么以后呢，又看到一个啊，那个丫鬟就跟他讲，这个人叫做马玉啊，名字很清楚啊。然后最后夫人就问了，他说：“那我生到哪个地方啊？”我的莲花在哪里呀、啊？啊，这个丫鬟就指了一个很大的莲花啊，金台的。他说：“夫人呢、啊，你是金台莲花哦，你的莲花在这里哦。啊，你看到没有啊？你看名字都已经写好了啊，都在里面了哦。啊，上辈往生的啊，所以他确确实实啊，已经成就了念佛三昧啊，所以有这样不可思议的感应。”啊，所以这就是事实啊！今天呢，我们真心念佛，恳切求生啊，虽然还没有去到极乐世界啊，但是呢，七宝池里面啊，我们的莲花就存在了，我们的照片已经摆好了啊，所以呢，啊，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啊。至于感应呢，不要求啊。如果说要求感应啊，啊，那个求感应的心呢、啊，叫打闲岔。啊啊！天天求，哎，我要求一心不乱，我要赶快求，赶快见阿弥陀佛。其实啊，不要求，啊，只要一心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啊，所以老老实实的念下去，啊，不求神通，不求感应，啊，真的念到最后水到渠成，哎，我们的莲花慢慢就长大了，慢慢就成就了。啊啊！到那个时候啊，你真正就感受到了极乐世界就现前了。啊、哦，所以这是我们念佛的人呐、啊，真正啊啊，我们呢在这一生当中啊，什么都不要再执着了，都不要再牵挂了，啊，真的要牵挂就只有这一件事情啊，极乐世界的莲花哈哈啊，只有这个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啊，都要把它放下，彻彻底底的放下，啊，所以我常常跟啊同修们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这个日本啊一休和尚的故事。啊，一休和尚很小，小沙弥哈，啊啊，他是一个日本很有名的禅师，很小的时候就很有智慧，就对这个世间的真相啊彻底的了解了，啊，那么这个小沙弥啊，他八九岁啊，啊，这个一休啊，有一天，啊，经过他师父的房间，啊，结果他的师兄呢在里面哭，啊，他的师兄呢比他大个一两岁的，啊，结果呢他就进去看看到底在哭什么。啊，结果呢，他的师兄说呢，他说师父叫我每天来打扫他的房间，啊，结果我看到师父哦，每天在看一样东西，最喜欢的、最心爱的东西，天天要看，我就想看，师父就不让我看，啊，结果师父今天出门了，我就偷偷的拿出来看，啊，啊，到底看什么呢？啊，怎么这么喜欢看呢？结果一打开呢，是一个花瓶，那花瓶有什么好看呢？那师父为什么天天在看呢？啊，结果不小心呢、啊，把这个花瓶摔到地上，摔破了，惨了！这是师父最心爱的东西，我把它摔破了。等一下师父回来啊，我怎么交代啊？我不知道怎么办啊，所以只好哭了。啊，那个一休就跟他的师兄安慰 啊，不要哭，不要哭，这个事情啊，我来帮你处理啊，我替你顶罪啊，就当做我摔破的啊，你不要哭了，不要难过了啊。他说这样怎么好意思呢？我摔破的，啊，一休帮我顶罪。啊，如果一休真的帮我顶罪呢，那我要好好感谢你了。啊，这个寺院里面没有什么啊，这个好享受的啊，最享受是每天早晨吃个馒头啊，这最享受。他说这样好了，一休帮我顶罪，我报答一休啊，明天我的馒头就给一休吃，哈哈啊啊，报答一休啊。结果一休就把这个啊打破的这个花瓶啊，把它打包起来，到外面啊去等他师父回来，啊，结果呢过没多久，他师父回来了，一进到大门口。到庭院呢、啊，一看，哎，看到一休在那里走来走去的，
他就问一休，一休啊，你在做什么啊？为什么在这里晃来晃去的啊？他跟师父讲啊，师父啊，我在参禅啊。参什么禅啊？我在参人会不会死啊。哎呀，傻孩子，生老病死啊，人都会死的，没有一个不死的哦，人都会死啊。哦，那最心爱的东西会不会坏呢？哎呀，东西都会坏的啊啊，缘到了它就坏了，成住坏空嘛。即使最心爱的东西也一样啊，缘到了它一定会坏了，没办法的。哦，缘到了最心爱的东西就会坏啊，师父啊，这里有一个缘到的东西。啊，那这样他师父就没话说了。最心爱的东西成住坏空，有一天缘到了一定会坏的啊，所以他的缘已经到了啊啊，所以这下就没办法了。啊，只好放下了啊！所以呢，啊，我们今天呢，真正了解这个世间哦，成住坏空啦！啊，人哦有生老病死啊，植物有生住异灭啊，世间无常啊，不是常住的啊，是无常的。但是呢，只有一样真实的啊，我们今天要念佛去极乐世界，莲花才是真的。如果要比哈，要跟人家啊比大小啊啊，要比莲花吗？看谁的莲花大？这个可以比啊，其他都不要比了啊啊，这才是真的啊。那么最后呢，祝福大家啊，我们呢每一个人呢、啊，我们都要同生极乐国啊，往生不退成佛，这就是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愿望，其他都是假的啊啊。那么最后祝福大家老实念佛，不退成佛，谢谢阿弥陀佛。